游戏规则，主持人指定每轮表演动作。游戏开始后，主持人可以随机转头并说“胡巴定”。参与游戏的六人听到指令后，需要静止在原地，并做出规定的动作。一旦移动，则回到起点重新出发。最终碰到主持人入室最短的队伍获胜，并将获得优先选择面具一张的权利。好的，先跟两位特工说一下，这一轮呢，你们每个人都有一项特工的技能。整个游戏过程当中，任意环节可以使用一次，指定对方的一名队员回到起点。好，来，两位队长，每队派三名队员出战。走，我们仨。我们仨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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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哥！加油！六名队员，请听好，这一轮。每当我说胡巴定转头的时候，你们身处的这个状态是软体动物。软体动物有什么呀？蛆。请准备，开始胡巴定，开始胡巴定，胡巴定。哎呀妈呀！你们俩都得回到起点。哎呀妈！空中降下来一个300多斤大胖子，扶我腰上了。哎呀，你绊我一跤！你推我来！三位都得回到起点，玛丽也得回去，因为贾玲撞到你了，你也动了。哎呀妈！贾玲撞我了，我也回来呀。对。我就是在他旁边太倒霉了。宝哥，你那个软体动物是？你让我动的时候，我就可以。你动。水咋了？水母咋了？可以。柳岩是什么？音乐蛇。这个行吗？可以。音乐是印度的那个，一听音乐就跳。那它不属于软体动物，你属于冷血动物。那怎么样？反正是软的。这个出门旅行的青蛙是？没有青蛙。我刚才是站着的。那是谁让你蹲下的呢？刚才那不是说？哎呦妈！空中降下来一个300多斤大胖子，扶我腰上了。你绊我一跤，回去吧，请回到起点，回到你的井里去。小姐，你刚才演的是什么呀？我演的是男印度蛇。快点行吗？我累死了。准备好，哎，开始。裁判，等会儿，能不能让贾玲把我手撒开？为什么要这么干？我怕他撞我。谁也别想好。裁判，我觉得这个就别管了，好不好？开始吧，自生自灭，来，开始。胡巴定，金毛，我定了。金毛，过年也没准备啥红包，这合适。哎，那个沈涛，咱们最后一个采访沈涛，好不好？好。金宝，南印度蛇的生活习性一般是什么样的？就是这样的吧。哎呀，蹭的，我全都干净了啊。哎，你这是回来？这回来？谁让你动了？不是，我这姿势我一直回到起点了，你动了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普普前进。不是，这个是什么？蛇头。这是啥？这个是两个头。双头蛇是吗？对。哎，你不知道有这件事吗，哥？行，他没有，他就是想休息一会儿。什么呀？玛丽什么动物？蚯蚓。哎呀，好啊！蚯蚓站起来了。为什么不能站着往上爬？怎么的？我现在前面有棵树，我们是一个队的队长。站好啊！对，推起来。你是什么动物啊？我是胡巴。
不可能。你是胡七胡九都行，你是胡八。你是什么？我是壁虎。壁虎。嗯。壁虎。嗯。尾巴呢？什么啊？尾巴。进化掉了，那蛇鳞呢？我也是蛇，队长。勉强过关。好，开始胡八定。壁虎干啥呢？壁虎开运动会呢，正在说传球呢。打球了还？这轮很好，我要更换情境了。好，接下来的情境不再是软体动物，而是封面女郎。准备好，开始胡马定。刚才软体动物是这样，封面女郎还是这样，发音不一样的。这是手表吗？哎。We get in married today, get in married today。哎，别的我无所谓啊，我就问他淘不淘汰。我凭什么淘汰啊？你在干什么呢？我就问问你们，封面女郎是不是在有80%的情况下都送一个肩出去？要！你刚才是扔铁饼的姿势、啊。我这是体育画报，怎么了？我封面女郎，我不能是跑步呢？玛丽是。很到位的造型，是不是？对，我特别到位。我这行，柳岩也可以，我这可以的。你们都可以，你们都是海豹，这个是海豹。这小海豹怎么样？实在是抱歉啊，我这个是软体动物当了封面女郎。下一题，身上痒但不挠。啊？哦。开始胡巴定，胡巴定，咋的啊？挠没挠？没挠，绝对没挠。你往前冲了一步，往前冲了一步。我没啊，那我也没挠。黑衣人，把金宝偷回去。我没挠，我真没挠，我没挠。拉出去宰。回头看看，什么玩意儿？什么呀？这什么？我这跟我爸说呢，好像是这儿。哪儿痒？好像是这儿。肚脐眼儿痒。爸爸，你挠挠啊。那个，等一下，我用一下，是不是有特权啊？只有那个特工有。姐，你让腾哥陪我吧。行，腾哥回去。只能用一次哈、啊。没事。等一会儿，刚才一直穿鞋的，中间把鞋脱了，脚痒。哎，是怎么回事呢？把柳岩抓回去。我脱个鞋，我没挪地儿啊。他鞋太高了。他要冲刺，特别不容易。别解释，脚上全是泡啊。别解释，血泡啊。别解释。好，快来吧。下一题，要完成的情境是一个古怪的睡觉姿势。开始胡巴定，胡巴定，哎呦我的天，太拼了！这个太辛苦了吧？最后再聊吧。哥，咋了？你说。我天哪，怎么困成这样啊？这都能睡着？别动我，别动我，我腿受不了了，快点的。不是你这都能睡一觉，你这会儿看啥的？你走开，走。下一题，哼，疯了的状态。我还没说开始呢，回去。回去，我们俩都动了。一起走吧。我跟你说，贾玲就没使劲儿，让你俩能拽动他。宝哥，啊。你回头看看，你身后怎么就没人了呢？漂亮啊，因为他们不坚持啊。怎么？我们要使用特权了，他在前面了。队长让他回来。嗯。谁呀？要谁回来呀？让小宝哥回去。回去。
欣喜若狂，开始胡巴定。你刚是在起点吧，宝哥？你从起点就到了这儿，是怎？小宝，你是谁给发射出来的吗？开始胡巴定。怎么就像个小黑导弹似的就跑出来了？我有啥意思呢？啊，等到你们后期剪的时候，你就看宝哥有多敬业。我现在跟你们说实话，我这胯不着都轻了呢。我跟你说，摄影机都没拍着。下一动作啊，抢到了大红包，开始胡巴定。哇哇哇！那一刻，这个男人离我只有0.01公分。差一点啊！开始胡巴定。他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这轮漂亮漂亮，金宝拿到1分。耶！来，队长们再派人来一轮啊！这轮我们就身上会加一些道具了。我觉得这样，这把那个你宝哥、宝哥还有幽宁哥，好好，娜娜。幼宁选的是什么？两个轮胎啊，对。哇！耶，娜娜这个是什么？我渴望当一个学霸，所以呢。大书包。莫愁的是一个鼓。我这个就是有节奏嘛，跟我的事业有关。少芬姐是一座山啊。啊，不是石头吗？是山哪？原来是山。啊，一座山。柳岩这个是啊，就做人啊，最重要的是开心，不要气到爆炸哟。哦，气球群。涛涛，我就想让你快点开始，因为这个东西特别沉。那你为什么要选它呢？我觉得我一直是孤身作战，所以说我找俩哥们一帮个忙。哇，它动起来是什么样的？是这样的。这个你快开始吧，我就特累。好，请准备好。第一个情境是，着急想上洗手间。What？ 开始胡巴定。真是。幼宁是？对，我刚刚原本想急的，嗯，我现在是被踢到。少芬姐。我都按住到肚子了，我好急啊！下一个动作，和你身边的人抱在一起，啊，开始。胡巴定。那个有点过分了。他们比较喜欢玩偶，知道吗？都就是活的不够。我拉着把我们人给我撸掉了，你发现吗？看到了吗？把我们人给我撸掉一个。宝哥太失落了。你好啊，我真的爱你，姐姐，我就想问问你，你抱我会怎么样呢？宝哥，没事，宝哥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都已经张开怀抱，我把俩人都撇了，我都已经这样了。鉴于只有宝哥没有和别人抱在一起，请拉回起点。哇哈！我可以一脸把他拖回去了。下一题情境是，
仰望苍穹。啊？你什么什么虫啊？看天，看月亮。哦。开始，胡巴定。宝哥怎么还往后撤呀？我不上，你听他说的词儿，仰望苍穹。我先不跟你们四个聊，我要先跟莫愁聊一聊。莫愁，莫愁，别动，你们家苍穹搁哪儿呢？他看南半球的苍穹。不是，你刚才说仰望苍穹，仰望星星，我的苍穹是宝哥。我看看宝哥在干什么。回去，回去。你仰望了吗？刚才我不想仰望，我倒下可不是一个人呐，我领着两个兄弟躺下了，能起来了吗？还能起来了吗？我还没能起步。宝哥理解错了，是仰望，不是躺望。啊？仰望就是抬头就行，抬头就行啊，不是非得躺那儿。哇，这两个兄弟抬不了头，只能躺望。是啊，我就想到这个了，我就干脆我就别找这个麻烦了，要不还得回来，我们也就躺着挺好。接下来下一个情境是，你们内心觉得最土的一个造型熬出来。开始。胡巴定。这怎么啊？这哎，你看人小宝随便一怎么一站都全。怎么站都行。我觉得做道具的人特别不长心。哎，我身高没他俩高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他俩的腿现在什么型。这轮最关键的时刻咱俩算了吧，气全了，气全了，全了。哎，我留俩哥们气全了，不说了，走。我不是这种报告。好，现在三个女生一定会对你下黑手的。你们觉得现在拉我的轮胎有用吗？有用。我打算自残。哦，来吧。好，我就不设定情境了，你们拼吧，好不好？好。开始，胡巴定。是谁把杨佑宁拉倒了？我的天哪！停的是娘娘。掌声送给你，不容易哈、啊。